天醒来歌颂太阳，五日三省吾身低调模样有点困难。且慢，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，比如结合太人的情况，紧急名额优先报名队伍这边排，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输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。总有人说开黑他一定会来，速度要飙上800迈，外套第一选择迷彩，中二的年纪就要狂起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请走开，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无